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伫会堂讲道，也有一个和邪神附身十八年，腰弯到足厉害，根本无法度徛得起。耶稣看见伊，就叫伊过来讲：“妇人啊，你唔免阁护这个病定心啦。”耶稣双手放伫伊个身上，伊个腰随时就得起来，就阿罗上帝。会堂主管看见耶稣伫安息日为人来医病，就十分的受气，就对众人讲：一礼拜有六天通阁做工，求伊伫应工，伫这六天的内面，唔通伫安息日。主讲：你这个假好的君主，那阵啊，你家己伫安息日，敢无偷开病来的牛甲驴去食水嘛？这个妇人啊，伊是阿伯拉罕的查某囝，受撒旦的捆绑十八年，敢讲不应该伫安息日为着伊偷开这个捆绑嘛？反对伊的人听了这个番的话了后，拢非常的见笑。众人却为着耶稣基督的作为，非常的欢喜。